苏秋，这是我送给娘的礼物，你看看。娘一定会觉得很高兴的。苏秋，我想跟你说声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替我照顾这个家，帮我照顾孩子，那么体贴，那么精心的照顾他们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你怎么这么说嘛？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 还有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明天我就要辞掉现在的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你和娘每天为我担惊受怕。我想带着你们，全家一起快快乐乐，在油菜田里过我们想过的日子。我想你们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和希望。 是刘公馆。哥，姐，娘回来了。娘，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奶奶呢？奶奶在自己房里，她生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永才跟奶奶说爹去抓坏人了。姐，我又没撒谎。永义，帮忙照顾新平。 娘，幼萍呢？听孩子们说，她又出任务去了。因为事出突然，娘，您放心，幼萍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你怎么不拦着他呢？难道在这镇上就没有别的警察了吗？娘，这是幼萍送给您的生日礼物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在乎什么生日礼物啊？
只希望幼平能够早点回来，一家大小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也就够了。娘，那我先去看看孩子们。幼平啊，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我整晚都待在家里，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动静。县长，为了您一家安全起见，还是谨慎一点好。幼平，走。你们两个这边。是。你们两个后面。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你来得正好，我逮到他们了。好极了。队长，你别太难过了。保重身体，幼平的后事我会安排好的。不要再哭了，啊。枪响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。当时幼平还活着，好像很痛苦，紧紧抓着我的衣服。
弟妹。谢谢。队长，你觉得他会相信吗？哎，不知道。不过我们不能躲，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栽赃到杜有平身上。苏兄，我想跟你说声谢谢。谢谢你替我照顾这个家，帮我照顾孩子，那么体贴，那么精心地照顾他们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。还有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明天我就要辞掉现在的工作。因为我不想让你和娘每天为我担惊受怕，我想带着你们全家一起快快乐乐在油菜田里过我们想过的日子。我想你们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和希望。密报说杜幼平勾结强盗庞坚，用不法手段盗取不义之财，却因分赃不均而起内讧。啊！你们干嘛？让开！一边去！一边去！让开！去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你看到没有，弟妹，这绸缎上有张记绸庄的徽记，这是张家的东西，也就是说这是你丈夫杜幼平分赃不均的证物。不可能，段队长，你和幼平是好朋友，你应该了解他的为人，他不可能是这种人的。也许有什么误会，况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包东西。说实在的，我也很相信幼平的为人，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好朋友，还是我最得力的助手。可是弟妹，这证物都找出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说话呀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夫人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。幼平他，幼平他怎么了？啊？他勾结强盗，收受贿赂。
幼平他现在人呢？啊，他人呢？老夫人，您还不知道啊？昨晚发生大事了，您这做娘的还蒙在鼓里啊？啊，这是您的媳妇素秋没告诉您。是这样的，老夫人，您的儿子杜有平昨晚被人打死了。把证物带回去收队。是是是。娘，这件事你昨天晚上就知道了，是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娘，从昨天到今天，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告诉你，我也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我怕您身子顶不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娘，对不起，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平，我的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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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娘。你饶了我，有平当警察，我本来就不赞成。是你说的，是你说的，你会替他照顾好这个家，让他安心地做他自己喜欢的工作。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我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的生日成了我儿子的忌日，儿子死了，我做娘的最后一个才知道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是何居心？娘，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骗我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婆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这样的媳妇儿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媳妇儿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媳妇儿，我没有，奶奶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媳妇儿，奶奶，奶奶，我没有，奶奶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媳妇儿，娘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，我不是。娘，娘，娘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爹，爹，他真的死了吗？娘，娘，爹死了吗？你说话呀，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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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，对不起你们。娘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
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大家伙都知道咱们这么多年受强盗欺负惯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。每天每夜的都担惊受怕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对，对。可是这个女人的男人，杜又平，仗着自己是警队副队长的身份，他竟然勾结强盗。你们说，他该不该死啊？啊，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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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奴才，别吃了。我们去保护娘，快走，我们去保护娘。哥，我不敢啊。你怎么这么点胆子啊？真没用。祁连，我们走。跟大伙说清楚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嗯，对，我爹他不是坏人，他不是。嗯，你凭什么欺负我娘啊？你凭什么？小兔崽子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什么？你敢骂我是小兔崽子？哎，我跟你拼了！我靠！我替我动手你啊！我饶不了你！我让开！干什么？你们眼睛都长哪儿去了？杜副队给大家做了多少好事？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对呀，都忘了吗？像这样子的人会和强盗勾结吗？啊！胡说八道！给我打！你今天给你拼了！娘没事，娘没事，娘你头上流了那么多血，你还说没事？黄静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丈夫才是。你因为行窃被捕，企图到我家行贿。我丈夫又平，行贿啊！他念在你家有妻小，不但退回了那些钱，也没有让你坐牢。仅仅对你口头告诫，这些事情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没有资格指责他。我是到过他们家，他收受了50两黄金呢。50两，我看这小兔崽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叔叔伯伯大婶们，请相信我，我爹他是个大好人、大英雄、好警察。好个屁！你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是谁说杜又平勾结强盗的？是谁？我现在告诉你，谁敢动杜家的人半根汗毛，我就要了他的命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永义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打死他们，为我爹报仇！永义，不可以这个样子。娘，你疼吗？娘不疼，娘已经没事了。娘没事。杜又平，革去副队长职务，取消抚恤金给付，也取消公祭。放屁！你这是什么狗屁调查？副队明明是为公殉职，却被你打成犯罪分子。我告诉你，第一个不服气的就是我。兄弟们，我现在就要去参加副队的葬礼，而且要穿着这套制服送他最后一场。有谁想跟我去的，现在就走。我去。我也去。我们走。多少风雨在人生的路上，多少要独自去闯，这双肩如何担负，恨和希望，恨和
找哪位啊？您到底是谁啊？你就是杜有平的妻子。你认识我丈夫？他们告诉我，你的丈夫就是杀害我家人的凶手。你是？我是张志豪。一个多月前，我的家人一夜之间惨死，只有我侥幸地活了下来。到今天，凶案未破，却又传出警队里有人勾结凶手，而那个人就是你的丈夫杜有平。我丈夫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一生奉公守法，绝不会跟歹徒勾结的，他是清白的。他，我知道我这样说你不会相信，可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要告诉你，他是被冤枉的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难道你想报仇？杜夫人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。10年前，我到乡下做生意，遇到一帮强盗，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，还身受重伤。后来，一个年轻人救了我，我这条命才得以保住。我为了酬谢这个年�轻人，送了他100两黄金，结果他全数退回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年轻人是一名警察，他的名字就叫杜有平。你想想，他连100两黄金都不要了，又怎么会为50两黄金杀了我的家人呢？所以我相信你，也相信你的丈夫不是凶手，他根本就不可能跟歹徒勾结。终于有人相信有平是清白的。我怀疑是有人存心栽赃他，把他当成戴罪羔羊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丈夫讨回公道。谢谢你。杜有平，我张某人来看你来了，就请你安息吧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不用谢我，别人给我什么，我就还人家什么。银货两讫，我就是个生意人。找了男人，就让我们来照顾你吧。来吧。干什么？哎呦！杜有平的老婆真厉害啊！我们改天再来找他吧。我们改天再来找你啊！改天。哎，等等我！别走啊！素秋，娘。你的衣服，没事。娘，我们回家吧。龙胎、秦莲，怎么样？香吧？那快吃吧。吃干净。可是真的很咸哦。别废话，快给我吃掉。你们俩愣着干嘛呀？快吃。
我怎么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？烧焦的味道？嗯。总裁，你闻到了吗？我没闻到，我就是觉得面好咸。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一个哥哥。怎么会呢？下午你和奶奶都不在家，永才肚子饿了，我给他煮面吃，可是面煮的又咸又烂，差点还把我们家给烧了。娘，我真的只想多帮你些忙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我知道永义是为了帮娘还有奶奶分忧解劳，以后小心一点就行了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永义下的面比娘下的还要好吃。娘，爹不是个坏警察。你爹不是坏警察。那天警察来搜我们家的时候，我不是正和弟弟妹妹玩捉迷藏吗，躲在床底下，当时我看见一个人把那包黄金从身上拿出来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我没看到那个人长什么样子。对了，我见他这儿有个疤。县长夫人，看什么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！你再来，走了。别担心，就算他是队长，也别想一手遮天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找到那个手背上带疤的警察。如果县长还敢包庇队长的话，我们就到省城找省长投诉他。总之，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能放弃，一定为副队讨回一个公道。谢谢你，有天。先生，来喝茶吧。哎，你别请了。来，让你们请。子秋，欢迎子秋。子秋，走走走。这我想嘛，会不会是因为素秋老在幼平的耳边嘀嘀咕咕的怨你们杜家穷？这样一来，才逼得幼平干上了糊涂事。你说这话我想起来了，幼平曾经跟我提过，说什么他对不起素秋，没让他过上好日子。这就对了，幼平这么老实的一个人，他只是希望你们一家几口过得安安稳稳的就行了，要不是素秋，他哪敢呢？素秋，难道这是因素秋而起？肯定是这样的嘛。表面上好像是替幼平洗刷冤屈，可背地里谁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呀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他最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
你的衣服啊，伯母啊，我今天啊约了一个朋友去茶馆谈点事，你猜我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素秋和游天嘀嘀咕咕，可亲热了。啊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真不知羞耻。娘，伯母。啊，你们俩怎么会在一块儿的？老婆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找素秋有点正事要谈的。谈正事？我看是叙旧情吧。刘涛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在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让我知道的话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伯母啊，你保重身体啊，可千万别多想啊。啊，伯母，那我先走了。梅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别跟我叫的这么亲热，别忘了你丈夫还尸骨未寒呢。我肚子好饿，乖，再等一会儿啊。别动，等娘上桌再吃饭。可是我肚子好饿。少啰嗦，等着。好了好了。娘，我刚刚给奶奶去送晚饭，她说她不想吃。娘，我觉得他好像在生什么气啊。没关系啊，娘去看看奶奶，你先吃饭啊。嗯，永义，带弟弟妹妹先吃饭，乖啊。嗯。娘，多少吃一点吗？我如果哪里做得不好，请您告诉我，我会改的。您不要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，好吗？素秋啊，我们杜家这口粗茶淡饭，是不是委屈你了？娘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不明白？哼，你不是常跟幼平抱怨，嫌我们杜家穷？没给你过上好日子吗？娘，从我嫁进杜家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很幸福。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。是吗？幼平为了你，才做下糊涂事。为了几两黄金，不但毁了自己的前程，还惹来杀机，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娘，爷怎么这么说呢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幼平的清白？幼平是我儿子，我当然相信他。幼平会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你害的，你才是杀死幼平的罪魁祸首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请你相信我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有人看到你跟游天在茶馆里幽会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啊？娘，你听我说，我跟游天碰面是为了要追查杀害幼平的凶手。住嘴，不要老拿幼平做借口。真的，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我不想让你担心。是啊，是啊，你最大的本事就是骗我，什么事都骗我，什么事都瞒着我。人死了，你都可以骗我，不告诉我，瞒着我。娘，不要喊我娘，我们杜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儿。奶奶，你
为什么要骂我娘？柳姨，不许对奶奶无礼。娘，奶奶都把你骂成这样了，你干嘛还帮她说话？柳姨，奶奶，你不要再骂我娘了好不好？不可以。永才，娘这么辛苦的照顾我们，你还这样，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。对，奶奶，跟我娘道歉，否则我们永远都不认你这个奶奶。对，快点道歉，道歉，快点，你快点道歉，快点道歉，你道歉啊！不许吵。好啊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，要造反了。很好，不认我这个奶奶是不是？等你们没有了娘，我看你们认不认我这个奶奶。江苏秋，我们杜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儿，滚，马上给我滚。娘，娘，娘，我不认你是我的杜家的媳妇儿，滚！滚！不要这样，滚！滚！娘！会给我